李新杰呢日嚟到香港出席护肤专门店开幕礼，自从生咗对孖仔之后，新杰就冇再翻嚟香港出席公开活动啦。系啊，我谂由我仔出世到而家，差唔多两年几就嚟三年嘅时间，我冇嚟香港公开场合同大家见面，咁所以今次真系好开心，因为我好挂住香港。呢次翻嚟香港，又会唔会去好姊妹 Gigi 新开嘅童装店支持下呢？我嚟之前已经同佢讲，跟住咧。但是因為今次真的太趕了，我即係仔仔仲喺屋企，所以又不會在香港 stay 太耐，所以今次我就未必有時間過去。但是我很快就會回嚟過農曆年，所以一定要找時間過去嘅鋪頭，因為我個仔兩個都很喜歡穿佢的衫。聖誕節就快到了，新傑又打算怎樣同兩個仔仔慶祝啊？應該是24號嗰日咯，全家一起慶祝。聖誕節我哋。都一向都是在家喺屋企一起享用呢個聖誕餐，咁反而係會約啲朋友嚟屋企嚇一起跨年嗰啲咯。因為我個人咧就好中意喺屋企煮嘢嘅，所以有啲節日嘅時候我就好珍惜呢個節日可以煮大餐俾大家食咯。